一所大学，虽然他现在想要能够在三分线外面有一个比较大围的一个出手，但是他们现在的，但是在这几年当中，他也开发出他的一个外围投射能力，所以他的一个高得分不是只有在篮底下。刚才除了主播讲的这个。尤其是 Jeffin kicking out，Shooting 10-48，哇，怎么二小王在这个位置出手，他其实是比较少的。哇，前半生气了，对，他自己的一个防守者，你还要观察旁边的防守者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底线过了第一拍之后，中路交给顺势跟进的陈范博彦。对，很快推到前场，最后从左手放篮。对，古王威家最终还。